早晨，徐生。早晨。邢生揾我。今朝咧，我收到你封辞职信，睇有咩办法可以令你收翻封信啫。邢生，我跟你咁耐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人，我从来唔会收翻我自己嘅决定。不过我真系好多谢你三年俾咗咁多机会我。Mr. 起身，同杜明讲声对唔住啊。邢生，我谂你误会。我知道我呢个仔咧，平时对呢个态度系有问题嘅。你叫佢企，佢就坐；你叫佢坐，佢就行。你唔开心系应该嘅，所以我叫佢嚟同你道歉。以前啲嘢冇错吓，讲对唔住啦。对唔住，三封信啦。邢生，我同 Vincent 可能喺工作上系有啲意见不合，但我从来冇摆喺个心度噶。咩事？跪低。爹哋啊！爹哋啊！大哥，道明道歉仲未消啊！邢生，我走唔走同跪低。三封信啦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邢生，我哋江湖再见啦。Emma， 你同爹哋辞咗职啊？使唔使唞顺条气先啊？你咁帮咗爹哋手，佢冇理由俾你走噶。是不是阿哥逼你的？冇人逼我走啊！我想换下工作环境。仲有啊，唔好喺你大哥面前乱讲嘢啊！你同我上去揾爹哋，佢话过你系公司最赚钱嘅员工，你有咩要求佢一定会应承你嘅。行啊！你冷静啲先好唔好？都话系我自己嘅决定。其实咧，我喺咪呢间公司帮你爹哋做嘢，真系唔系重点嚟嘅。重点系你呢个宝贝女快啲毕业，翻嚟帮你爹哋手，知唔知？咁你之后会去边啊？唔知啊，不過頭先你爹哋叫我去前海見佢一個朋友，佢話佢呢個朋友間公司啱啱香港上市喎。爹哋邊個朋友啊？你爹哋咁多朋友，你邊度識得曬啊？放心啦，我應承過你嘅嘢一定會做嘅。等你畢業之後，再請你食飯啦。仲有開支靚紅酒年份，我話事嘅喎。你話事啦。嗯。快啲揾你爹哋啦。好啦。拜拜。拜拜。每一項數據都不可以走漏，我要 100% 知道澳元航空而家係咩狀況，手頭上嘅現金同資產有幾多，邊條航線係賺錢，邊條係蝕錢，同埋你十年嚟嘅財政狀況。記住，資訊同數據係我哋風投公司嘅彈藥，有幾多子彈喺手就決定我哋落唔落場，打呢場仗。係，小姐。小姐邢生 ，Vincent， 上嚟都唔通知我一聲嘅。我約咗朋友附近傾嘢，見有時間咪上嚟見下你咯。唔阻你啊嘛，宋橋。唔阻，邢生，你擺咁多錢喺我哋公司，你幾時上嚟我都要招呼你噶啦。忙緊澳元航空融資啲事。係啊，我哋所有同事都做緊 research。我應承咗澳元嗰邊，聽日會答覆幫唔幫佢哋做融資。有冇時間傾兩句咧？好啊，飲杯咖啡。徐生你好，我是趙海先生的私人助理，我叫錢老。坐車坐了咁耐，辛唔辛苦？還好啦，唔使一個鐘就到啦。麻煩你哋車我真。趙生咧？佢而家講緊個長途電話，我帶你去會議室度等佢先。
徐道明，边个嚟噶？劲图集团嘅首席顾问啊，喺商界啊出晒名，点石成金噶。邢生，你要我哋即刻帮澳元航空做融资，但你见到我哋仲睇紧佢哋嘅资料，呢一刻我哋未 ready 做呢个决定。宋乔啊，你唔使嘥时间喺度做啲门面功夫啦。澳元航空咧，我好熟嘅，个主席又我好朋友。佢只不過一時之間啲錢周轉唔嚟啫，冇問題嘅。凌生嘅朋友我梗係信啦，但我哋成豐資本啱啱先起步，我唔想俾人覺得我哋無規無矩。如果澳元航空真係有實力嘅話，佢要求融資嗰3億美金一定冇問題。阿宋喬啊，你頭先都講過啦，我哋公司泵咁多錢落你度，唔係所有嘢都要跟正嚟做嘛。Vincent， 我好尊重你爹哋，但係我都有其他投資者要交代。凌生，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，你決定支持我成立成豐嘅時候，你同我講過，你只係一個攞錢出嚟等回報嘅投資者，公司任何嘅決策你都唔會插手。是我宋乔一个人说了算。喂，就算有讲过咁啊，点啫？我哋抌咁多钱喺你公司，俾少少意见都唔得。虽然我唔系做生意出身，但我识得好多成功嘅生意人。我访问佢哋嘅时候，佢哋都异口同声讲：做生意最紧要系4个字，一落千金。如果我諗住講個唔算數，收翻投資喺成豐啲錢，你會點？你嘅投資佔我哋嘅營運基金9%。如果真係冇辦法嘅話，我會揾新嘅投資者填補呢個資金缺口。宋喬，唔使咁緊張喎。如果我講一句説話你就轉態嘅話，我真係收翻啲錢㗎。以後澳元融資的事由你決定，我沒有意見，我信你的嘛。多謝先生。Hello， 想看我有份演出的《法政先鋒六：幸存者的救贖》，現在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，每日緊貼香港更新，快點 download 這個免費藍色 App， 隨時地報新劇啦。